这个事情还没想完，就是因为这我还有三个电视剧在要拍，我还有要很多的假设要准备，很多功夫要准备，就是没有想的太多，就是跟他一起就是舒服，他令我做得更加好，就好。我要见过他们呢，我要祝福他们，他们真是很神秘，他筹分了一年，还有现在才公布。其实我记得，两个人一起就是两个人的事，我也会选择低调处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没想，真的还没想。如果会做什么决定的话，因为会公布给他们。